真的是激烈超架，然后它变速箱都不会锁，而且你看它的刹车其实很够用，刹车非常够用，哦，它的引擎超棒，5000NA，没有缸内直喷，没有涡轮增压。其实车尾的动态啊很容易掌控，你在油门踩踏之间，就基本上你只要进弯的速度不要太 over，啊，就算你 over 一些些，其实它还是很容易救得回来。很好玩，这部车非常好玩。我看到它的仪表板，其实在这种过程中，它的防滑是有一直启动啊，它一直在闪。对啊，因为400多匹闪是一定的，哦，因为但是它的限制，你觉得会很严重吗？介入会，但是我就说它会让你感受到转向过度，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把你救回来。哦，那我们进弯，你看，哦，像现在进弯过快，其实还是会推头，嗯，这是一对有感觉到，对，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操控特性，啊，很容易就可以上手。我超爱这种油门踩下去哦，引擎反应随传随到，这个引擎跟变速箱之间的搭配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哦。有些车呢，引擎不错，但是败在变速箱。嗯，有些车呢，变速箱很好，但引擎不给力。嗯啊，哦，所以其实这两者的搭配其实非常重要。在 LC500身上呢，当然我们觉得那个 NA 嘛，完全没有涡轮迟滞。油门就一踩就有，再加上我刚刚讲它的变速箱非常棒，换挡很快哦，特别在拉高转的时候，很有那种序列式的那种感觉。你很难想象是在一个这么舒适的车舱环境中啊，对，然后来玩赛道，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对对对，你觉得这个车看起来质感非常好，你把那个进弯的速度控制好，这部车就会很好。非常好，你看它现在稍微推，但是速度还可以维持，对，速度还是可以维持，而且重点是你看在弯中哦，它是可以让你补油的，很多你会补不下去啊。它这颗引擎其实是属于高转的引擎，像我们刚刚这样子从时速很低的情况下出发，其实可以感受到我油门已经全踩了，但是3000转一下啊，加速的力道。没有高转那么明显，其实在过了4000转之后，它的力道很薄，非常薄 V8 然后5000cc。 大家好，我是 Andy 老爹。大家好，我是乃哥。好，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台湾的 Lexus Mi， 很期待的哈，哦。去年在纽约车展就发表的这个 LC， 台湾呢总共有两款，一个是 LC 五百，然后另外一个是油电 LC 五百 H， 售价是599，五百是599，如果是五百 H 的话呢是569，差300000。那其实这一种我们说的这个 GT 的跑车啊，双门跑车来说的话，它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在这个赛车场哦，做一些激烈的操驾，今天会有很精彩的一个评论。基本上我们知道，只要是车厂把车子移到大鹏湾让我们试驾的，代表他对他的底盘、引擎操控、变速箱很有信心，都很有信心，才会让我们这样去试啊，不然就是在台北试一试就好了哈。早上我们跟乃哥已经试驾过了哈，等一下我们会有实际上车动态的解说。最近呢，其实我们从Lexus 不管是 RX。NX 从外观设计，哦，纺锤型水箱护罩，还有就算是 SUV， 它的电子可变阻尼也可以让你觉得说，哎，它的整部车开起来，它的底盘的扎实度，包含路感，还有在高速公路行驶的稳定性，其实都越来越棒。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我觉得 LC 啊，它用了比较新的科技。第一个，它用了它第一个大型后驱的底盘。那这个大型后驱的底盘到底对驾驶人有什么？优势存在呢？其实它用了很多的碳纤维，还有不同的结构，又不同的材质，包括铝合金，包括它，我觉得最重要哦，超轻量化。你可以如果把它的这个车体的解剖图哦摊开来看，你会发现它在前半段用了铝合金的配件，这个车体的结构，但是它在后面并没有用到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它要做一个前后配重的一个比例，同时在前面的刚性上它又做了很大的提升，因为前面需要负担的是它的转向，
跟很重的，你重踩刹车的时候，它前轮的负担也会相对的比较大。对，那所以在它的避震塔上面，它也用了全铝合金的这个设计。对，那但是在车顶跟车尾的部分，还有车门的部分呢，也用了轻量化的碳纤维。对，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车身的配重，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偷轻的一个技巧。如果你看到它的剖面图，你可以发现它引擎加变速箱，它的变速箱有十速，所以它的体积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速箱。然后这个 V8 引擎的体积也不小，但是它组合之后呢，它是放在前面转向轴偏驾驶座的。所以严格来讲，它算前中置啊，前中置的前中置的车款。那我们就知道前中置它可以在这个 balance 上面做的一个很大的平衡。对，我觉得一台这种你敢下赛道的车，它应该会很不舒服。我们印象中，对不对？因为你要下赛道的车，就是我们以前超跑啦这些啦，你去开在赛道上你会觉得很爽，但你开在马路上你会觉得说啊很憋，很不舒服。那这一台车完全不会，它是兼具了舒服跟性能。Lexus 果然就是 Lexus， 对，该有的都有，该有的都有。悬吊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极限很高，但是它在进去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有点怕怕的。怕怕的就是说，它好像一下去的时候，好像有点软，可能会小幅度的晃了两下之后，发现，它撑得住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弯道，而且它的指向性我觉得非常好。对，它只要一收油，你就会发现它车头就往你的方向再指过去。对，乃哥讲到这个指向性很好，各位可能觉得说没什么了不起，很多车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它的车重有1920公斤啊，就是非常重哦。对，我不要载人了，我一坐上去就破2吨了。破两吨的情况下，指向还可以不错，代表它的底盘好，操控是它的设计真的有功力在。对，好，我们来讲一下，介绍一下 LC 五百的内装啊。这个椅子叫好不好坐？光看我这个空间，你要知道，一台双门跑车空间是一个奢求，是看到没有？嚯，能 Q 嚯嚯！等一下，认真一点好不好？你现在往推到那么后面的，那当然是非常大、啊。对，可是，一般哦，你也要有轴距这么长，它有大概2870左右。对，轴距，对，所以你要有那么长的轴距，那你当然可以换取更大的这个测试空间。座椅舒服吗？讲到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它也许在赛道上啊、你会觉得它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呢，实际上啊、你在上路的时候，你会希望是这种椅子。它的其实包括支撑、辅助，整个旁边的这个包覆性啊、都非常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我觉得 Lexus 不能去质疑它的，就是它在所有的设计工法上哈，它还是一台非常豪华的高级车。你从车门的一些麂皮的设计啊，然后到真皮的缝制，然后到碳纤维布质、皮质的搭配，这个我觉得设计师在内装上的设计是非常有用。但是我知道，像 Andy 来说的话，他认为他是一个赛车手，大家都非常清楚。他有特别对这个方向盘有一个不一样的见解。嗯，这个我们 LC 呢，生产制造工厂跟 LFA 是一样的，而且还有8位的 LFA 的工程师来帮他组装，借调过来，对，来帮他组装。哇，酷！所以你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细部的质感、它的用料、车缝线，然后它不刻意用所谓的金属饰板去做点缀。你看，它用了很多的真皮的材质，然后这个把手，这是干嘛的？让副驾尖叫啊！好，方向盘这是重点。你刚刚讲到三辐式的设计，左右各有一些控制按键，跟 LFA 不一样啊！它的换挡拨片是跟着方向盘走的哈。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配置的哈，可以做前后的电动，前后上下跟的调整哈。仪表板也是重点，源自于 LFA 的一个设计概念啊，就是一个圆圆的转速表。然后时速表在中间，它会左右移动啊、充满了科技感。然后所有的资讯，你透过方向盘上面的一些按键可以去做显示，对啊，你可以了解你车辆各方面的一个状况。前方呢有一个尺寸非常大的液晶屏幕，它有一些功能都在上面，对，空调、导航哈、那你控制的话呢，就是在排档杆的右边有一个旋钮哈、去做控制。排档的方式非常特别哈。有别于其他的自排，我们可以看到排档杆往左再往上，
倒档，然后它又会回到原点。前进档呢，就是往左再往下，就是低档，也是会回到原点。所以换到低档之后，如果任何时候你要去使用换挡拨片，这个都是 OK 的哈。那如果说你要强制我一定要换挡拨片来换挡的话，自己控制档位，就排档杆直接往下，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M， 就代表是 Manual 啊，你要自己控制档位。然后整个的设计铺陈，然后这边有一个手写板，对。好，我觉得质感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要有跑车的灵魂，竟然用了这个 V8 高性能引擎，477匹的马力输出，所以它有一些模式，它的模式调整的方式呢也显而易懂，就在这个仪表板的上方，对，它就用旋钮的方式让你一目了然，你随时都可以做这样子的更变。而且刚刚老弟也提到，它的这个方向盘呢，其实是由这个赛车手哦去特别调教出来，也就是它的握感在每一寸、每一个方向、每一个点位握的点位呢，它完全能够符合这个超驾的需求。你看它那个，我刚刚漏讲一个，它的转速表也是电子式的，不是传统的指针哈，而且声浪很好听，听一下，听一下声，车内也有哦。有没有发现它转速越高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鸣爆声，那个鸣爆声呢，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亢奋。这个变速箱非常棒啊！对，这个时速的变速箱的确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惊艳。讲这么多我受不了，我要下赛道了。待会见。我也要去做赛道。我要下赛道去体验一下这个动态。对，可以感觉到它的车尾其实是很听话的，它的平衡性非常好，在弯中还是可以加速。这个感觉这 V8 的引擎在车头上的重量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好，收一点油它就进来了。其实它在跑路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限制。我们要想象这个 GT 房车哦，毕竟还是一个舒适取向。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开一般的那种大型的这种超跑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坐起来哦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你开得够长够久的话，但是你要成为一个 GT 房车是豪华型的一个选择，它应该会让你觉得更舒服。这台车可以算是完美的去感觉到手把。好，你看你要强迫降档啊，它还是会做一些限制，但是真正 V8 引擎的一个快乐的地方就是在于它高转速的时候它的动力是源源不绝，源源不绝。第二圈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速度再拉快一点，你真的是感觉不出来它有一个这么重的引擎。好，有了指向性就出来了。其实这个时速的变速箱就有点像你有一个豪宅哦，你如果有10个房间可以利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有10个变速箱的好处。但在赛道中啊，我觉得大概就是在1、2、3、4档之中去做一个变换。可以觉得它的那个排气的声浪真的非常好，如果它在一般道路上行驶的话，它可以拥有非常好的一个舒适度，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跟竞争对手比较起来的话 ，LC 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设计，包括它的底盘，当然它的引擎是使用了我们一般非常熟知的这个GSF 啊，还有 RCF 这个8缸的引擎。如果它要推出 LCF 的话，也许它会使用的是涡轮增压的引擎。如果他开始使用涡轮增压引擎的话 ，LC500 这个自然进气的引擎可能就是他最后一颗这个自然进气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想要买这台车的人或者是喜欢这个单纯自然进气 V8 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